OK， 谢谢。好，好了，五四三二。哇塞，哇塞，你好可爱哦，哈吉。我最喜欢你超菜啦，是的，超米啊，超油脂量呢，超快的。港点来说的话，基本上都要现场做，每一餐都是现包的，因为它一定要热才会好吃。出炉喽！哇塞！看到这碗，哇，是我们的救赎哦。那是哪个部队的？哎呦，不会吧？干什么东西？不要入那边的，来喝个汤，排骨，老师。用，你看这是车水马龙的，这个是我们南门市场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据说呢，这边是有他们自己在地人很喜欢的一种早餐，但因为我不太清楚。哎，帅哥你好，找一个，不要害怕，叔叔已经吃饱了，不会咬人了。来，你是在地的吗？在地人啊。一大早你们桃园人都吃什么？这边南门市场里面很多隐藏版的早餐店，那有一家就是在转角，吃类似什么的？它有很多铁盘，然后上面就是可能快炒啊，然后炒一些青菜啊，中南部那种口味的。一大早就吃炒盘的。对。啊，你今天是西装笔挺的，是？你是在银行上班？在银行上班了，哇，哎，那就是财神。过年期间要跟着银行人要。有时候他喷我们口水，还不能擦掉哦。对啊，但是财水。我现在看你的脸色是红鸾心动哦。心动。已经结婚了，那你要小心。那你要小心哦，外面的千万不能碰。驾车了。哇，车水马龙。就老个的。你有。哦，贾爸爸，小叶，你好，哇，哎，你说你卖的都很特殊的哈，哎，跟你讲哦，羊头贴，哇，你叫你端那羊头贴，哦，他们家火龙果也超大颗哎，真的，都比较特殊的哎，真的，因为阿妈也很特殊，哎，中空，哎，中空，中空，原来是幼儿的哦，对，啊，各位亲爱朋友，那个超，那个不是超级少年的猪爸爸，你头家哦。哦，厉害！而且他摆的很有那种日式风格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可以，可以，要赶快哦，因为要来，因为我们正在拍哦，来三，哎，你好 ，OK， 谢谢。哎呀，不，来菜市场了，就像回家一样。哎呦呦呦！哦，你有，哦，放山鸡，看到你没有？他们好像都是你的同学的，对，都是同学，对，有是我同学啊。哎，你好，这么年轻的同学，哇。哇，这边好热闹！你看那个离婚照，哦，那个大米哦，哎，我来抢，哎，好看，哎，家人家吗？对，哎，这南门小吃。哇，厉害！这么早嘞，七点半高点出头呢嘞。你们几点开始卖？5点半，两点我就叫他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弄。哦，炒米粉、大面哦，鸭肉，白带鱼肉羹。哎，我听说你们的控码也很厉害，是不是？控码很厉害。哇，是。我这边加起来嘞，我要哇，你讲叶彩强出头要跟他夹。人家经营这个40年了啦，弄不到哦，弄你家哦，弄不到，乖啊！我要一份那个，刚刚你说鸭肉，我要米粉炒。而且它控肉是已经很透的哦，还有里面还有猪皮，看起来很厉害。哦，关键小菜一盘都30-40块而已哦，哇，这么便宜，有那么便宜。哇，这个早餐太丰盛了。威哥，丰盛哦，太夸张了啦！威哥，好喜欢那种人挤，那种气氛的，对啊。我觉得好像如果过年过节就是要越挤人，然后你感觉今年就会更旺的。就是人潮就是钱潮。
就好像是他的媳妇。啊，你来帮忙多久了？嫁过来大概6年左右。他有没有来的时候吓一跳，说哇，原来我嫁到一个一大早4点要出门，5点半要开店的。有一点很害怕。他有没有想逃离的感觉？不还好，因为爸妈都很辛苦，真的，就是我一路都是看他们这样凌晨2、3点起床，然后准备这一些，真的很辛苦啦。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你等于照顾所有菜市场的人的胃，而且不是只有游客。就是照顾这些工作的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现在有自己有再来炒吗？我不太会，比如看一道菜很简单，可是它其实是需要一点经验跟技术，当然的，花很多时间的。像我怎么炒是炒不出来这样，很好吃哎，而且我觉得它的羹很香哎，对，它肉羹好好吃，而且肉羹都自己捏的，手工这个大块，而且特别入味，而且他们家的扣花板也是一流的。我们家连酱油膏也是我们老板娘自己研发出来，对，是特别，不是外面这样买直接倒的，真的一定要用他们传统的那个酱油膏，那个才会入味的。他们家这个米粉炒真的让我想起我的阿嬷，很难得一大早吃到米粉炒，好感动哦。很少一大早花那么多时间准备这么多道菜，是这些菜色都是他们自己研发出来的，不断的就是试口味啊。试一下控肉的皮，哇塞，这肉皮超 Q 哎，真的，哇，啊，它胶质超多，玲珑剔透啊，哇，人家很幸福哎，就是辛苦当然辛苦，对，当然，对啊，但是好像变成一种责任感，照顾大家的胃了，是，赶快去帮忙。去下一站要带你去日本，待会我们就到那个桃园机场，对，那骑一骑就到日本去，对，是这样子吗？对，可以。本人比电视上帅哦，谢谢，好可爱，耶！来，你看，来，你看，这肉大寡好嘞，安尼。来，我刚刚在介绍你叫什么名，头发都乱了。花姐，对，我叫钻石，一个钻石，林北叫亮晶晶，钻石亮晶晶。小叔，你看，那是桃园的神社，算是台湾保存最完整的一个神社。我们就一路上去，然后它到上面有一个停车场。好，对，加油，加油，热血青年 ，yes。哇，就是家啦。来到进来这个空间里面，真的。没有想过它会是在台湾的感觉，而且相当完整，好像走进了时光隧道。连这样一个守水社，它都还保留这样子，对，这个原木，我们慢慢走过去。哇，那一匹铜马，那只铜马好像台湾比较少见到。请问是总监吗？总监你好 ，Hello，欢迎来桃园神社文化园区来这边走一走。我刚刚听到你们好像在讲那个铜马，对，神道教里面它是神明的交通工具。其实它主要，你看到这中间呢，应该是有个徽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是原本是桃园神社的社徽。是。那后来这个日本战败，台湾总共有200多个神社，大部分都面临拆除的命运，所以它的铜马啦也都被拆掉、被卖掉。那像这个。也被破坏掉，所以它是被磨掉了。那像这个鸟居也是，它本来是双，上面还有一个这样，还有一层，对。那时候也是因为这个意识形态的关系啦，所以现在就变成双石鸟居。但是在第二阶上面，就看到那个很闽式的石狮子破犬，对，破犬。坦白说，古迹留下来的破犬已经不在了，这个是后来才教，所以你会觉得它是闽式，很像闽式，对。桃园神社是全世界应该说日本境外保留唯一完整的神社，就是这么的功能齐全，就是各个建筑都还保存在。像这个铜剑都是完整嘛，这是之前的，完整的，对，古老到现在，没有错。我们在做修复的时候也是用复旧的方式去做修复。像你看那个绿色的屋顶哦，它其实是铜瓦，铜锈的，对。对，那颜色久了就变绿色。对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这里的神社建筑跟日本也有点不太一样，它有唐式、日式。
再加上近代的台湾的传统式的结合，一样的是它全部都是砍榫的这个结构，完全没有用一根钉子。那我们就往上面，对。那平常我们这边就会有志工在现场，对，然后会为游客解答。建筑模式，这是台湾的快木，对，哇，所以它很香。这里呢是民国27年落成的，所以你看到现在有85年的历史。所以它就是快木。是左左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桃园神社没有被拆掉？其实当初很多文史的工作者去争取的，从这空间看进去。真的很美，这个是狮子，是不是有特殊的意义？这个叫做匾架，其实里面有个更可爱的，我们过去看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看进去。这个要整理以前，应该是从日本请他们的工师傅，要找有这个专才的老师傅，也是有些是在日本学，或者日本有派顾问过来，就跟你说，对。对，因为很多料都已经买不到了，很多都要定做或是重新找。哦，这个也有点价。那这个很特别，就是1930年代那个时候，它刚好是结合那狮子的那个头，然后天使的翅膀跟身体，它是中西日合并，小天使的狮子版，很特别。啊，这依然我们保留的就是我们忠烈祠供奉的烈士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我带两位去下面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园区里面有很多热门的一些游客喜欢去拍照的地方，好，去看一下。因为我们两个也算网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因为我现在到这个16岁的年纪还很红，就叫网红。网红。那一栋是马厩，卖灯花的是马厩。以前真的是有妖吗？然后这是厕所，叫做东司。刚刚有去那个朝圣，朝圣真的是古迹哈。对。好美！这里就是我们的枫林回廊，就是一个祈福的一个区域。就是每个人可以你去买，然后继续放在自己的位置上。对。我看到还有这边是和服的体验，对，没错，这边是和服体验。而且比较不一样的是，这边不只是只有浴衣或和服的租借，这一间和服店它还有摄影师，等于说你要请专业的摄影师来帮你拍照也可以。完全，这个职业的角度一样，就是有造型师帮你做法妆哦，不会让你说哦，像我这样子。直直的，我穿了衣我去拍了，没有没有，他要帮你头发 set 一下，好细致哦，又便宜又。在日本神社里头，他们没有所谓商店，一切都是结缘品嘛，所以其实叫贩售，所以它就是一个颁布所，因为它是神明给你的祝福，所以它用颁布这个字，它不用贩售。进来被颁布一下。还有我们看到很多玉手，它是真正的玉手，真正的玉手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它里面有。你是有在攻击其他神社的玉手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我们台湾没有神官嘛。哦。对，所以你很多的玉手都是装饰品。是是。对。它没有文创商，只是好看而已。对对对。啊，这个是就等于有过香炉的概念。对，我在日本他们讲做入，他们叫做入魂仪式。那基本上我们里面玉手都有入魂符，它是真的是日本北海道哦鸟取神。神社的神官，他帮我们做过入魂仪式，等于说完整的仪式，对，把小神明全部都入到这个符里头，然后空运来台湾。哎呦，哎，我们有准备见面礼哦，因为知道你们今天是骑车，对不对？骑车来台湾，对，就行车平安的。没有，没有给你行车平安，我跟你什么都平安的，来救补。哎呦，对，一个是哎，年轻用浅色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们16岁的顺哥用深蓝色。哦，对，太好了，比较稳重。其实我刚刚就是眼睛在看那个深蓝色。祝你们那个新的一年哦都顺利。我曾经问我那个日本的朋友，他说通常都一年之后，对，你可能要再去绕，或者是说他们日本人自己
一年就把它回收，它回收，所以你一年之后你就要再来祈求一次，对不对？对，求新的玉手，那旧的玉手自己在家也可以处理哦，用一张白纸拿出来，然后把旧的玉手放上去，撒一点粗盐，粗盐是净化的意思，净化的意思，对，就是说把神明请走了，对，然后再把它包起来丢垃圾桶就可以，是在家简单的方式，不然我们从很多了，对啊，不然我们从日本回来台湾，你没办法处理，然后又放得很旧了，可是很多人不处理也没关系，就当纪念品。有这个。这个、好特别，对，我就是要讲一下这个比较特别的是，就是这是夫妻对手，对不对？夫妻对手，我一般不是我老婆，他是没有对手，没有，他不是对方的对手。OK， 他没有看在眼里。其实在日本很多神社都会出这个夫妻对手，它是他们日本就是大婚的这个合适的礼服，白色叫白无垢嘛，男生是黑的。那你看我们怎么会有黑色的？对，黑，就是因为现在是多元，好像已经多元了。很多游客跟我说，黑黑 and 白白，哦，黑黑白白，这不错哎，与时俱进的。这是日本原装进口的，主要它是旗子的签啦，只是它这个是打磨，它是许愿前点一只眼睛，对，愿望成真后再许，在点那一年完成之后，对，没错，它是完全是传统的那个。我家里现在放了一个七巧符。试一下我们这个日本神社里面有的这个日本的寒天豆花，为什么会有特别豆花这件事情在这里？对啊，因为那个导演叫我带。我觉得要这样，你们的建构了，对，不会，这样很好笑，跟历史有关系，特殊，他们这边有豆花，一般别的神社没有豆花。不好意思，这段要照播哦，才知道呢。我们总监其实也是一个很 original 的，对，你敢公啥就公啥。总监不适合进入演艺圈。这是什么口味？这个是绿茶。这个是芝麻，它是一样用豆浆，然后再去融合寒天，让它凝固，它就是吃起来很清爽。对，对啊，主要是它的糖水哦，就是老板他们都是有炒过的，炒所以很香。对，它糖水比较浓郁细一点点，它芝麻还没有磨到非常细，所以它那种芝麻香在里面，它是有颗粒在里面。对。而且坐在这边真的很氛围感，对，今天刚好很幽静的感觉，不然这边假日只要晴天，人都其实很多。而且今天刚好下着绵绵的细雨，人家说这种天气最容易失恋，因为每一滴雨里面的都有祝福。是，我在当兵的时候是专门在帮人家写情书的。他曾经呢有一个他女朋友叫林思如，晓风送林，思念如露珠盈夜。就把名字也写在里面，怎么会帮人家写的这么的传神？对，因为他靠这个赚钱的，对对。他那时候活得比较四块一点，四块两百五啊，两百五，四块怎么养活一家人？很厉害。接下来繁忙一点，我们来港式的。你不能这样子，我一直会反不过来。这边太悠闲，那边很匆忙啊。你知道到香港一下机场，你知道？叮叮叮叮叮，小心太靠，全部靠看天门，一杯可乐100元。等一下去感受一下。好。这一间很厉害，他们号称是最厉害、CP 值最高的那种自助港点。OK 哦，600多块他就可以吃到饱。哇，期待。来，我们停这边。里面还有两道菜入围我们那种名人推荐500盘，哎呦，今年度的事情。我们要找一位很会游来游去的鱼经理，你好。是。我听说你们吃到饱只要66就可 OK 呢。外面有一个牌子写得很清楚，像今天这么多人也是这么便宜吗？对，今天晚餐都是哦。
谢，那你 OK， 笑脸出发吧，谢谢谢谢谢。经理经理，哇，大家现在在排什么？先帮你介绍一下，这边的话是我们现蒸现做的奶黄包，因为它一定要热才会好吃，那我们会响铃，然后等一下响铃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过来排。的话是我们蒸笼类每一餐都是现包的，港点来说的话没有办法提前做，基本上都要现场做，对不对？比较好吃。哇，那个马来肉，哇，然后叉烧包、糯米鸡啊、凤爪跟排骨的部分，而且这梅汁蒸排骨好想吃哦。对，这边都是现蒸现煮，就这么新鲜的。然后这是我们的肠粉区，有师傅会固定一直现拉。萝卜糕、煎物，对，那尤其是这个五斤萝卜糕。为什么我要五斤萝卜糕？是我们坚持一定要吃出它的原味，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把五斤的量就放到一台里。OK。所以大家吃的时候，它其实都有萝卜丝的感觉。是不是你们的萝卜糕非常有名？我们萝卜糕的话，之前还有入选所谓500强，已经500大了。土地券我们也都是就是陆续一直炸一直出，很丰富哎。不会说像可能摆很久啊等等的。然后这是我们的芋泥酥，甚至芋泥我们也是。盐选完全没有香料，纯大甲芋头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片鸭区，对，有啊，哇，太棒了啦！然后旁边也有粥的部分，太周全了啊！干贝鲍鱼粥，你看还有鸭宝汤哎。对，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的汤区，包含煲仔饭跟花椒炖乌鸡。听说不是只有这一区而已，你不要急着吃嘛。对啊，看你一直吞口水。上面的话主要是我们的烧腊跟热菜区，还会有一些甜点，比较就是说香港道地的那一种小吃哦。对，咖喱鱼蛋，咖喱鱼蛋，然后类似像碗仔翅啊，牛肉羹，鱼要上鱼，要上鱼，来了来了，上鱼哦，来喽，哇，好新鲜哦，热腾腾的。好的，那我们的菠萝镇江骨因为常被秒杀，所以马上就马上要先去补了。对，这边有水果沙拉在左边，还有糖水杨枝甘露。哎呦呦啊！哎，刚好我们镇江排骨刚出炉，要不要直接就做取餐头？我取餐取餐头，好好好，这个不快的话，那就没了，就没了。再来这边还要比手速啊！我要来一个夹一个油鸡啊，油鸡，油鸡，挑小块的就好了。怎么样？把布弄湿，轻哦，要甩布，把布摊开。米粉啊，米粉，啊，哦，铺上去，放虾子，嗯。哦，我要蒸一下，要多久时间？1分钟啊。那你除了会做肠粉，你还会做其他的吗？全部都要学哦。来哦，我先要掀开，哎，你在上面了。哦，他现在移动，他现在要把它一块一块的，哦，然后慢慢的把布拉出来，然后慢慢剥，来剥，哇，好薄哦。我也跟你们发现，我们平常都是坐在桌上，他慢慢拿来，很少在后台看到这样子。哎，这看起来真的很又 low 呢。对，然后切回来，哇，然后再卷这个。哦，这个等于决定了它最后在我们嘴巴的一个口感。口感，这个刚好那个面皮呢包起来，对，完全的包覆了。嗯，哇，这个后面这个有难度哦。这绝对难度了，开玩笑。摆上去这样，对对。要再拉。哦，很烫啊，旁边有蒸汽啊。到了，平均。哇塞！你撒到外面去了，不可以有破洞，不可以有破洞，不可以有破洞，那怎么办？大概薄。OK。好，打好。等一下，好，可以了。放虾子。差不多。好，差不多。很烫哦。
动作要快，动作要快，好，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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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黏住黏住了，是啊，师傅，师傅怎么办？师傅怎么救？这样，然后这样。师傅，这个已经是熟了，对不对？他因为他刚好掉到旁边，我们不要浪费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，好。哦，不是，因为他刚刚掉到旁边，好好吃哦。这样接，对不对？要对着他这边。好好好。看看我展现我的天分给你看。翻翻翻翻。嗯，太阳那只狗狗还能是什么？会放在哪里？放在哪里？它会。会粘在一起。哎，小顺，你稍微 touch 一下，你感觉那个 Q， 哇，有没有好弹？待会这个我们自己吃。我没有紧张啊，我就故意要垮一下。掌声鼓励一下，很好很好，这是你最难看的卖相，也许不一定到非常好，但是它其实真材实料，真的。而且我这个我是比较后切的那种版本，有听到那个叮当叮当的，不聊天不聊天，来我们去听你们来答，听到这个声音，奶黄包出炉了。哇，奶味好香啊！来来，各位有没有要奶黄包？出炉喽！好，谢谢。耶嘿嘿。而且我刚刚站在这边的时候，我就闻到它那个那种鲜奶的那种奶味，好香哦！哇哇塞！哇，它那个流沙，而且它里面就是那种咸蛋黄的那个香味。嗯。五斤萝卜糕，不疲倦。这样吃得完吗？确定？可以啊！哇塞，这样看起来大菜嘞！耶，这个太丰富了！哇塞，经理，我们里面总共这样有几道菜？这是餐厅所提供的。总共的话，我们大概是50到60道，每一季的菜色可能会做一些调整，微调。对对。可是像你们比较多经典的，像我们现在喝到的这个汤，是不是你们专门比较厉害的？应该说这个刚好蛮多客人都很爱，尤其是像那个花椒的部分，因为它是深海鱼。真的花椒哎，那是真的鱼肚的。嗯。但是鸡汤，因为它喝起来就蛮清的，这是他们也是他们500盘，因为一般的鸡汤味比较乌骨就比较浓稠，它整个那个胶质滑口的感觉。他们的500盘是这个萝卜糕 ，rubber， 对，那个排骨好吃，那个排骨真的软软嫩，对，它有点像是我们排骨酥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镇江醋去做调味。它坚持那个浓度跟那个重量，而且你侧面就可以看到它就是很完整的萝卜丝，它是满满的，整块都是。我们经理现在就是在帮我们服务这个肉松，也不是虾松，也是肉松。哎呀，它细致，酥脆，青菜的一个新鲜度，它整个肉松再加上它有那个脆皮。它脆皮像那种炸春卷皮，厉害厉害，好吃哎！难怪你们生意这么好。刚刚我们自己做的肠粉，略咸粉，你将略咸过厚一点点，但是吃起来的饱足感跟 Q 度是恰到好处啊。我以为你要夹我刚刚做的肠粉是油条是。是我们的芋头烧麦，其实我们找了很久都找不到没有香料，所以我们就直接用2种芋头的混合，它所以它香气就比较足，对，可以试试看，每一道都很可口，那种芋头泥的
感觉在里面，啊，特别的香，嗯，很有口感。真的，而且听到它的价钱就是太佛了。其实港点比较多老一辈的人喜欢，但是它结合了吃到饱，就变成是年轻人跟老人家可以同在一个空间。嗯，那本来这样的客群就比较宽一点的哈。对，我们只是想要用最平时的食材，然后把每一道料理做好。哇，舒服又舒服，对。吃完之后来个按摩，中式的感受，你觉得如何？那您的这个安排真的是，真的是无以回报了。刚好是你身体不是最近都是不太舒服，不是疲劳，所以我们就找一些手法来帮你按摩舒服舒缓一下。因为我们是笑脸出发吧，对对对，然后我们要来体验一日按摩师，那是由他体验。有预约吗？没有，要有预约，我们要体验被按了，不是？对对对对。那我们等一下这里先换鞋子，好好好，这边请。这个啊，我看到这个好亲切哦。什么态度？帮你换。哎，不好意思，那如果脚的味道比较重的朋友的话，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清洁？因为我们要找一个理疗师是没有嗅觉的。他啦，他有这方面的。我没有。哎，你还没有？那一次我闻你的，我差点晕倒。哎，没关系，待会我们会使用玫瑰精油的海盐，然后来帮您就是针对脚部去味这样子。听起来要把你腌起来的感觉，因为做酱菜不是就要加一点盐巴，加点海盐。不然你来测试一下，我跟他的袜子，你觉得谁比较重？不用了，先不用了，是不是？我先带你们换裤子。好好好，哎，超香的。对啊，好香啊。我们今天对还没。有牛奶的味道。真的有海盐呢，你可以再自己加一下，看你要多咸就加一下，是不是？对。现在要香扑吗？要撒盐？哎，但是可以感觉到它的颗粒在跑。哎，对啊。哎呀，好舒服哦。那现在先帮你按肩颈。主要的目的是。放松你的脚，然后让它血液循环变得比较好一点。有的人脚味道比较重的话，泡一泡就没味道了。哇，好舒服哦。对啊，而且它里面有气泡哎。那小智，你等一下你有想要加强哪边？全身。我们今天只有按脚，也没有办法加强到全身。哦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哦，这个姐姐厉害，而且那个杀气十足啊，那个内力啊，嗯，就在中间传边去，就是这样，哇，小了，他直接传达到筋骨里面。听说按别人的人一段时间也需要别人按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一按我就要打哈欠，就整个人放松。刺激，有点痛，所以没睡。这个是什么？没睡觉的肾，就是肩颈。肩颈。哦哦哦哦哦！哎呦喂！少年的油脂无盖好，油脂无盖，我唔要紧，我。袂使你搁垫垫，有几股垫垫，我因为我要想要老二，想要生老二。你今仔日在炒面啊，炒有几样呢？炒歹去哦。真假？嗯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我真想你做菜啦。都是有几。这有几哦。都是你的裂喉线，喉线就要开车啊。我要闭车啊！哟，啊你袂使，我要叫人来。小爱，小爱，你那个小顺的那个什么白金蛋白有没有？可以给来一下，来一下。白金蛋白哦，他已经快要升天了。看他嘞，我有骨节，有骨节。哦 ，OK 哦 ，OK 哦，适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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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有出力呢。哦，威哥你还好吗？还好。你看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没有出力。哦，怎么那么痛啦？
所以你要保养。我要保养，有有有，我现在不就是要来保养了？威哥也太扯了吧，身体那么差。不是啦，不是差，因为我最近有被小顺的那个白金蛋白广告烧到，你有看？他是不是真的有点回春的感觉？你有觉得齁？真的，因为他长期好像都在喝这个白金蛋白。对，我觉得他真的有点变年轻了。我渐渐的觉得啦，我觉得人的保养是非常重要的。不是啊，可是威哥，他不是熟龄在喝的吗？你好讲话，是他说是熟龄在喝的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虽然你看我一表人才，幽默、孝顺、又大方。然后阿伯，你这样子是，我是，但是因为呢，我也差不多也要四十了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就感觉说自己真的好像要来补充一下，而且我跟你讲，礼拜天我小腿又拉伤，所以这代表就是我的肌肉流失啊。因为我看他小孙子的广告，我们海公姐就恐怖告诉，就是肌肉流失。哎，对，说真的，你有发现吗？你好几次那个荡绳啊，你都荡不上去，然后你不是都觉得自己那个体重很重？哎，不要带。效果，效果 OK。你真的有在肌力流失的感觉？当然，不是单纯我身体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儿子百香果出生之后，我常常就是要抱他。然后呢，抱着抱着，我一般有时候我抱，我小腿也会出力，手也会出力，你这样一整天下来，就感觉真的肌肉有点流失，然后所以我现在很想要增强我的肌耐力，不然真的没有办法。蛋白质可以及早补充就对了。对对对啊。可是你体育系不是一直以来都会喝补充的什么高蛋白吗？有什么不一样？其实我觉得这个白金蛋白，它的那个蛋白质有点不一样，因为它含顶级的乳清跟优质的蛋白质，本来就可以帮助我们肌肉的生长，而且更好。里面它还有那个乳铁蛋白，还有免疫球蛋白，对我们这种中熟龄的特别有帮助啊。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呢。对啊，我跟你说，这白金蛋白，你这样喝一包，你就不用再喝那些瓶瓶罐罐啊什么的，它就等同于你吃了 1.5 颗的鸡蛋，补充了三杯牛奶的钙质，而且你看哦，它这个还会这样子旋转哦。哇！哎，徐师傅，我跟你说，你刚刚按肩颈就真的是很痛，因为我最近要抱小孩啊什么，真的体力流失很快，所以你而且你每天都吹着短缆，那么多人，你都帮别人服务，体力活啊。对啊，所以你更应该要喝这个白金蛋白补充肌力。感觉你们这个好像很厉害呢。分享给你啊，师傅，真的好的蛋白质哦，真的很重要。真的，差不多打刚刚拎的。今天哦，你可以用把它泡在牛奶里面，或是豆浆里面，这样喝起来哇。也不错，真的，真的不错。师傅这边轻轻的就好，轻轻的就好。我很轻。不然哦，这一包都给你啊，你就帮我。这么好。哎呀，因为我这边比较不舒服，帮我多推半个小时。好，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。可以哦，这么好。哦，给姜加姜姐。好。懒都差不多，安尼就好啊，未使再吹啊啦。小顺，我们来到这边依然是这种日本的感觉，因为它是八景岛来的一个概念。但是这里科架是八景岛也有科架吗？前面我们看到是福尔摩沙，模拟台湾的海洋系统生态。对啊，当然就有不同的一种风貌啊。等一下前面会看到一个超级大的一个水槽，它是那种自然生态，以及没看管，连上头都是。对啊，哇，太 cute 了。就是这个哇，这边有大自然，你看有鲨鱼，它有很大只的红鱼，有锤头鲨，
红鱼来了，红鱼来了，可爱哦。而且红鱼的脸部表情是微笑的，对，它是微笑的，有没有？它是这样。哇，然后就看到它上面是没有盖盖子，所以它是人工的。你天气很好的时候，它是非常透的，阳光整个会下来的。哇塞，好想在里面自由潜水哦。而且你会发现，你人站在这边拍一张照，会觉得我们在水里面，感觉在水里面。这什么鱼？这个六千只最有名的银鳞鲳，它会随着音乐舞动，然后保持群体生活的。银鳞鲳风暴。它就会像那个鱼的一个风暴，沙丁鱼风暴有没有？它是这样子。其实鱼有时候它会有一个状况，会突然间换方向，它的那个亮度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闪烁。对，还有不同的这种鲨鱼哎。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那个鱼，因为它有习性，浮海面的，对，中间还有底层的。好可爱哦，超大一只。对，哎，这只微笑来了。是不是可以把它抠过来？对，它好像有眼睛跟它的嘴巴。哇！哦，你那个大石雕，对，自然光，今天自然光，所以等于它有个天井的概念的哦，好好看哦，哇，哇塞，哦，哎，这个很。现在这算是一种网美墙的概念，因为很多人就会在这边拍哦。哇，不同的这种水母哎，这一只是一坨的。嗨，你好，嗨。然后它有很多脚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从哪边的？新加坡来的。新加坡哦，谢谢谢谢。他没有看哦。对，因为在新加坡有播。有播吗？所以我们是另外一个节目。对，叫《笑脸出发》吧。对。哦。我跟顺哥的。而且它的脚都是彩色的。对。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？我没有注意看，啊，等下叫荷包蛋水母。哦，这种是什么？紫纹海刺。每一种的物种都有它不一样的特色的。是，所以你说海底世界是非常非常的美。这是培育的那个实验室，而且你注意看后面有没有很多金针菇正在转圈圈，有没有？超级小水母，真的就已经孵出来了。对啊，哇，那超小超疗愈的哎，水母 baby， 一直在跳降落伞的感觉。老婆。管更哇，这一管来更梦幻哦，对，有一点科技感，音乐、灯光，然后真正的水母在里面，就仿佛真的来到外太空了。对，这里是最人气的管，对，而且它会有一年四季的变化，灯光跟音乐设计。管更哇，这一管来更梦幻哦，对，有一点科技感，而且他用那个镜面的反射，让这个空间变成无远弗届。你看，光这根柱子，你看眼花缭缭就乱了。对，我们是要走进梦幻哦。人家会不会觉得说？我们怎么会贴在一根柱子？因为它会穿透的。那个，对，大家在里面。啊，这一圈里面的水母都是同一个品种哦。同一个品种。有没有看过这么大的一个金鱼缸？其实我看到它们，我会觉得是一种舒服的那种漂浮的感觉。它很像海底的蝴蝶。
他们说这个水母呢大概只能活一年，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，那是他们的胃囊，然后呢他们那个触须就是把他们的食物给他抓进来，成住坏空，就他整个生命周期就在一年里面。对对，哎，有一只国王从溜滑梯下来了。很多人其实在这边等等，说看企鹅会溜滑梯。哎，企鹅它是一个非常专情的。哦，有人钻下去，有钻下去了。它是非常专情的，一夫一妻制。对，一夫一妻制。那我有问过，那有没有少数也是有劈腿的？对，应该也会有。有，也有。哎，这大自然里面，有的有一些情愫是挡不住的。对啊，忍不住啊。企鹅溜滑梯也太可爱了吧！他们这边设计很安全，企鹅是不会滑倒的。哦，走了，走路超级可爱的。哎，你蹲下看他会不会蹲下？一二三。哎，没有人理我们。哎，有人在。嘿嘿。Hello。其实我们在看他，他们也在看我们。对。哇，超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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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塞，超帅！哎，谢谢哦，谢谢。其实麦哲伦比较亲人哦，哎，没有想到你竟然不怕他。我还好，因为有玻璃。没有啦，因为企鹅我觉得真的很可爱，是比鸡可爱多了。对，你看它的毛很漂亮，很细腻，对，而且它好像一个编织网一样。哎，那个还在逛街，还在逛啊。他会不会想是去办年货的？南门市场。哎，又走回去了，走回来，又走回来了，走回来。这只逛街的企鹅，哎，又走回去。我觉得他会把他的手放在那个栏杆上面，跳下来玩，跳下来玩。哎，他知道不下去哦。跳下来。他感觉好像李长博，看来看。哎，要下来了，要下来了，有，要跳水喽，跳，要跳水喽，跳。哎，我们有看到哎。哇！其实我们已经错过他们的正式表演的时间，但是因为呢，他们呢，就是有鉴于你这辈子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海狮，特别开了这个，让你来感受一下。哇塞，哈吉，你好可爱哦，哈吉，哦，哈吉累累了，嗨，你好，哈吉。好可爱哦。哈吉是哪里的海狮？哪里的？它那么大，它大很多。哈哈哈哈哈！好笑哦。所以你这样手掌的时候跟他说 no no 还是？就是 kiss， 停住。然后他刚在检查牙齿，你知道？检查牙齿。哎，他要下去。哦。他的牙齿颜色很好。好棒哦。哈吉，我们说拜拜，拜拜，哈吉，好回去了，哎呦，哎，他最后在那边要跟大家说再见，哦。
OK， 谢谢哈基，好可爱。而且闭气闭这么久哦，嗯，跑这么远来，对啊，哎，他好像超级玛丽哦，是，现在超级，而且噔噔噔噔，这个是偶发不能协调的，对啊，还是你刚刚有在 call 他们？我刚刚试图用唐老鸭跟他们沟通，Come on， 他们心里会不会都要笑一下？哎，越来越，哦，越来越多只，哦哦哦哟，哦哦。哦，又从那边捡回去。你的唐老鸭有？哎呦，又来一团，又来！哎，真的，唐老鸭又把他们叫来。嗯，哇哇哇哇哇哇！你这样子跟他讲之后，很多人之后都会坐在那边，打下乌拉拉。如果阿公阿妈拢在家，假牙都喷出来了。哇哇哇哇哇！哎，可爱可爱。哎呦，潜下去上来。哇！哎，对啊，真的。它是旋转。这个。大自然界，你这完全只能看看他们的心情了，我们决定不了的。而且他们很刻意哦，嗯，在中间在那边徘徘徊，是，很开心。我们今天运气算不错，对。看到他们心情很好的时候，其实他们是在检查说，到底还有没有游客。对啊，怎么你们还在？对。哎，还有人呢，还有人，他就哎，他回去绕狼来，对啊，来唱晚安曲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快点走，我要下班了。哇，威哥，你看，还有这么棒的甜点可以吃啦！对啊，大人小孩，可爱哦，那种企鹅感，真的是企鹅，它是会动的哦。对啊，哎呦，拿铁，然后拉花哦。对啊，动动企鹅有没有？对，它是真的在 Q 弹的动。对，他们家的饮料也好好吃。嗯，就是这样子的空间那种特色，就是给我们一种不一样的概念。哇，又来，你看，又来一只。我那个唐老鸭是，嗯，跟他讲说这里有好朋友。好朋友，那你们要上电视。嗯，想上电视就来看看。对对对啊，而且争先恐后，都是不同只哦，因为时间啦，我们去逛了三区。但它总共其实有13区，这么多，我还要再来一次。对，一整天呢，可以在这边周遭整个都玩玩吃东西，然后吃东西，在咖啡店喝，还有旁边还有一些周边的商品。嗯，啊，更激动了哦，激动了。来，小楼那边要关馆喽。这个气势恢宏。嗨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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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找一位肉友。Hello，Hello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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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是什么时候是开幕的？我们其实在这边大概刚开幕一年左右而已，一年左右，所以我整个都设备都是非常新的。这个质感真的非常好。主要是因为我们老板他是开建设公司起家的，哇，难怪用好的建材，那个建材都是一流的，你看看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厅，虽然说因为现在晚上是有看到，但是白天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漂亮的造景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这边好特别的地方是我们的庭院风格，尤其是有太阳的时候。而且你注意哦，一个地方气场好，所有的绿色植物在室内都能长这么棒，真的。那我们这边就请两位主持人进去我们的房间看一下。好，先看房间看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哇哦，其实那个空间是真的蛮大的，而且据说你们是有很多一些小心机、小心思在里面，可能床会躲一个人，然后 surprise， 没有这个服务，你可能目前没办法哦。你看它好像这个颜色的用的很素雅，对，简单，但是能量很大。冰箱的饮料也是，我们都是免费提供，不会说再另外再去做个售后工作。
我们最喜欢免费提供的。而且听说了，有很多商务客还是国际的朋友来，他们这边的洗衣服是免费的。真的假的？洗衣烘干，哇塞，免费！哎，厉害的就是这个 view 了。来来来，哎，这个，哇，这我们最厉害的青浦从化哦，哎，无敌的 view 哎。对啊，现在基捷跟高铁那边都是朝这个方向。这里看不到高铁，因为桃园的高铁在地下化。对，可以我们看到站别，最上面的。那这边洗手台也是准备两份，就不会说两个人同时，它不会说的抢着使用，尤其是早上出门的时候。对，两个人。对，而且呢，你看到一般这样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它水都没有出来，还要这样，还有牙，我刚人性，我刚研究了18秒。我们这个马桶它是用定做的，市面上没有办法订购到。真的假的？厕所使用完之后直接踢一下，它就可以进行冲水的功能。好，假如我说，对，它下面那个钮，直接踢一下。哦，人性，人性，因为他就不用去碰触，第一次呢，对啊，不要浪费水源，浪费。你要不要感觉一下？不用不用，哎，你不要一直在那边，他会一直给水啊。OK， 那个床的软硬度，对啊，我来感觉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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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全是 OK， 支撑力也够。喂，哥哥。接下来要干什么？我们已经接受到一些民众的一些投诉了，就说我们平常去哪里走跳，啊，我们常常就收到大家的这个热情。对，因为我们后来发现，哎，其实人家大家做生意也是很辛苦，我们要换一个方式，就坐下来吃东西，感受他们的热情，要付出代价。对，我们也是愿意付钱的啊。对，多付钱，多付钱，多付钱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想了一个新的游戏，就是我们来做这个画板，那我们就跟他比赛，所以有一个那个示范教学。对对对对。啊，我们自己做这样才有诚意，是差不多了吧？可能差一点点无所谓的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家政课被当的原因。哦，实质实质实质。哎，你三分之一怎么通那么多啦？哎，笑脸呢？孝顺，快点快点，我有闪光，我有闪光。最近学生当的如何？我们最近的那堂课叫做政治社会学的重构。从谁到谁到谁，最后到苏芝，社会生活的科学跟社会自然科学的生活啊，对，你刚刚有在饶舌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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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你是在认真认真的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社会自然会产生的一个结果，是两个人互为主体，然后自然产生的，而不是哪一个架构经过社会的哪一个政治主体，然后下去约束。我突然间觉得我们折纸比较精彩。我要按开求救了吗，小志？坚决不承认。我知道了，这个把它折到这里面，好，是不是？哎呦哎呦。功力跳你无，功力功力个无怀疑。哦，哎，好像可以哦。来来，这样我们都可以打看看了。现在双色的在面，那我们把它打过去的时候，它变成单面的。好。好了，不要生气了。好，哎，好，好，可以，可以。哇，听说这是全新的一个菜色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今天所做的是这个西班牙的梅花猪排，哦，比例猪搭配蓝莓酱啊。哦，为什么会把伊比利猪弄成南美？有什么样的厉害的交叉点吗？因为这个伊比利的猪排它比较肥一点，搭配这种水果的酱汁啊，会比较解腻。南美吃起来也很像喝一杯酒，把酒倒在那个肉上面，那种大自然的原汁原味。那个猪肉真的是很 Q， 很 Q， 然后里面很 juicy， 那个油花很棒。哇，这个炖饭！哦，
对，它奶油好香，而且这个软丝它会比一般的鱿鱼中卷的厚度哈，要厚一点，它比较不会像鱿鱼那么干。那肉质非常非常有嚼劲呢。这个如果没有整碗吃完，就对不起我们吕师傅了。它就处理这个方式有一点点些许不太一样，保持了一种肉质那种弹跳的那种感觉。哎呦，弹跳！我们那个是采用美国 Prime 的飞利，难怪我觉得它吃起来那个厚度，而且特别选比较厚的位置。是啊，是哦。我们飞利我们大概都建议在三分熟，三分熟。但是啊，有些许客人比较怕生，所以还是建议在五分熟。对啊，怕生你就跟他多聊聊天。对对，这样情感好了就不会怕。喂，对，一为生，二为熟。多来几次之后。这个干贝是生食级的干贝，生食级就是你根本可以不用烹饪的，对，是一点点佐料就可以开，可以吃生的。嗯，这一张也好好吃哦，因为干炒的，但是它收汁收的非常非常香。是用橄榄油，橄榄油，然后炒蒜的蒜片，对，所以其实真的在这边住。不仅仅是交通方便，然后还有很多的人性化的一些设计，还有很棒的餐点。这边周边这边离机场也近，对，离奥莱也近，离我们的刚去看那个海洋世界也要近。有时候中南部的朋友，哎，你可以提早上来一天，对对对，然后再逛逛桃园，然后再住下来，隔天也这样咻咻的可以去坐飞机。这个里外的五日游，对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头尾都在这边过，没错，它真的是很稳定，感觉对啊。等一下，是不是要揪我们喝酒？有没有？因为我没有故事，所以没有酒。哦，等我跟你讲，刚好他故事最多。对对，而且都瞎掰了。啊，小陈，就在这一天哇，我们超级寒流了。对，之前是霸王级，请问今天是什么级的？今天是地狱级啊！环游世界，最后一定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，是中立夜市。中立夜市，是。然后呢？但是今天这个寒流，对，把很多人都寒在家里了。对，不然我们等一下先暖一下胃，好不好？哦，真的，先喝个热汤啊。好，我觉得要炖排骨头晒好吃。哎，进去呢？哎呀哎呀，来报警，进来报警，行行行。我爱在这里嘛。啊！花甲少女的哦，是还有玉竹啊，真的假的？哦，他的花甲也在这里啊。那彩华，今天是彩华姐他们哦。我跟他。哦，真的哦。那待会干什么东西？那是哪个部队的？哎呦，不会吧？干什么东西？不要录那边了，来喝个汤，喝个汤了。排骨。然后我们看他的摄影组，制作单位他有几个人？这算是史上最大团了。这里还要录啊？我们自己的还没录内容。我们自己还没录。对了，谁跟别人照，他们还要拍了。Hello， 有热姜汁、甘蔗汁吗？有，好，来，谁要的？来，帮我付一下钱，快点，我要。来，现在只能靠它才能撑下来，要不然我觉得我的嘴唇已经没有办法讲话。我的手可以一起烤一下吗？哇，差很多，差很多，辛苦你们，真的一直为生活奋斗。对，哇。哦，好，谢谢，烤火，好，来，我们往前走啊！哇，这样喝超好喝，超好喝，而且完全对现在这个味道。哦，小哥，我走到这边，我们已经用尽所有的能量了。真的不是风雨生信心，我们需要这一碗头沙跟排骨，可能才会有信心哦。是的，麻烦老板。老板你好。OK。什么样的信心让你这么冷的天气还来摆摊？为了生活，我也是啊。为了环境，每天来完成。看到这碗，是我们所有的救赎。这个汤呢，里面呢是有中药成分的，喝一口呢也是可以抵抗这个寒冷。哎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这是蛋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是鱼蛋，很少见呢。
风扇，很少吃到它鱼蛋呢。那你们特别会去选吗？还是刚好运气运气？我们会请厂商，然后供过来，然后价格。然后你看这个排骨，其实真的有很多地方的排骨真的只有排骨，但这里的排骨对是真的有肉的，他们一碗里面呢应该都有四五块的那个排骨，哎，这样算蛮多的。哎，它汤喝起来因为中药味，我觉得不会到太重，但是喝起来特别甘甜，带一点点米酒香气，而且这个价钱是很亲民的。哎呦，喝下去整个胃真的有满起来，挺不挺的，而且真的好特别哦，石锅鱼蛋哎，我也没吃过吐司蛋，吐司蛋，吐司夹蛋，吐司蛋，好像不一样的东西。你的头鳝是哪里进的？因为我吃起来其实没有太不会有什么土味，而且肉特别细致。它的产地是在剪刀。我以为你是早上三点多去钓的。这样子我省成本了，肉特别细耶，因为大家以前早期会这样，会这样哦，这些哇，从油饼啊，哇塞，那你这样子头才做多久了？我从我爸接下来四十多年了，啊，都在这里哦，哦，这应该是老摊位啊，哇塞。你这个中药汤里面有几种药材？哦，那你们要花很多时间去熬那个汤哦。他熬汤大概也差不多要6个小时。就所以一天24小时几乎没有在睡觉。真的。这个时间段做这个，因为哦，我自己以前煮过红茶。你光把这样的一桶的水要烧开，要花很多时间。我们就来这边很轻松的在夜市，这是台湾人的天空，坐下来，哎，老哥来请话，这样就能吃。但是他们背后呢，要准备很长的时间。对，你用同款的价钱，对，你有没有感受到他们其实很用心对待的精神？那是哪个部队的？哎，驼子先生，大哥，看什么东西？看什么东西？喝个汤吧，喝个汤吧，老姐，怎么会这样？来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想说，外面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啊？不要录那边的了，来喝个汤，喝个汤了。中立夜市，中立夜市，今天这个寒流把很多人都寒在家里了。对，哥哥，你入定了是吧？你整个寒天我被夹下。我还一直在前面嘛。啊！我是少年的。哦，是还有一组啊？真的假的？哦。我们就来这边很轻松的在夜市，这是台湾人的天空，坐下来，哎，老哥来请话，这样就能吃。但是他们背后呢，要准备很长的时间。对，你用铜板的价钱，对，你有没有感受到他们其实很用心对待的精神？那是哪个部队的？哎，驼子先生，看什么东西？看什么东西？喝个汤吧，喝个汤吧，小姐，哎，怎么这样？这是哪一队的？来来来来来，我想说，外面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啊？不要录那边了，来喝个汤，喝个汤了。还有时间呢，你们在抢时间呢？你们抢一下，时间暂停了。太冷了，啊，你们都没有给你们吃东西哦。有吃，我们现在就在找东西吃，我们要接了。我们要用十字路口帮你吃。对，接是这样子吗？我们这一组虽然很穷，但是我们可以提供餐点的，但是我们不能耽误他们多的时间，因为我有参加过那个节目，你也参加过啊。有时候有在时间限制里面，硬很硬，有时候硬的。OK OK， 好啊，大家多保重。OK， 来来来来来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没了，没多保重。怎么样？该不会我们要参加你们的项目？那这样子，小顺你就跟他们。小顺，对对对，因为我在。加美乐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加美乐，加美乐，叫你汤哥，叫我叫他小顺。他是威哥，他是威哥。哦哦，大威大威。没有没有，他在叫威哥。没有没有，没有没有，没有，你闪而已啊。那我们一起帮他找饭团的。真的吗？这个好吃，你们刚刚吃没有呢？我们刚刚都没有吃呢。
真帮哎！如果你帮，你们两位帮助我们赢了，是你们任选一道菜，我们用我们的旅费帮你们。举你们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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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听起来很大方哎，但这好像是夜市哎，有什么大菜可以客？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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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来，那我可以没问题，那我们拭目以待。那对对 ，OK 的，没问题，张哥。摄影阵容很伟大，很伟大哇！我们那么多人，应该有超过10台左右，大概跟金马奖规格差不多。哇塞！现在以为我们在拍什么大片？还在那边赶时间，快快快！来来。剩7分钟，不要开玩笑。哎，这里有炒饭呢。什么饭最蛋？蛋炒饭，蛋炒饭，蛋炒饭来一个。对对对。哇哇哇！那最后了，压线压线了。不用了。哇，而且难得看到这么大，要吃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啊，摩托车短货啦！哎呦，小胖子。来来来来，快来！哎，小心点，有有有有有，拿好拿好，我没有拿哦，我没有拿哦。好好好吃哦、喔！怎么可以那么快就炒那么好吃啊？这样吃完是不是？那你吃完他们就要吃刷冰了，会。要要要要！康哥要展现他的真功夫了。压轴好戏来了，各位观众。哇塞哇塞！哇塞！安吉伦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所以我们都有他，指使他。我们没有吃干。这个太夸张了吧？他说我们米没有吃，吃得很干净。阿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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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
微没那么冷了，因为人多帮我们挡住风了，感觉暖和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它有麝香葡萄，喜欢，而且是果糖衣的，对，来，我要吃，你要吃什么？麝香葡萄就剩一只，你怎么不会敬老尊贤？要吃那个，因为有草莓的，不要这样子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吃全绿的。我跟你吃一个就好了。好，对对对，可以。好，交来啊！交来啊！哎呦，这个有在庙边长大过哦。老板，你千万不要再请我们了，因为我们赢，没有人说要请你啊。不是啊，我们赢的，对，你就请我们。如果我们输了，我们付 double 的钱。啊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。啊，付 double。对啊，我们这个节目付。哦哟，贵好雅的。哎呦，我们好羡慕你们啊！我老板有赚钱啊。来。来了，国王游戏，什么国王游戏？哎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这个帽子去哪里买的？你这个购物狂，网络购物的，好冷哦，因为你千万不要再请我们了，我们赢的，对，你就请我们。如果我们输了，我们付 double 的钱，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啊，付 double， 对，我们这个节目付，你们节目付，哎，贵好雅的，哎呦，对，看很容易有可能会翻不过来哦，要有心理准备。好，来。哎呦，没打仗。好，丑一，一二三，有没有？这样就过了，这样就过了，这样就过了。那我们派嘴巴非常那个邪恶的豆花了。好，来，豆花很邪恶。哎，差一点点，三，瞄准，老板娘，来了，哎。哦，一二三，来，算，好，没事。我们可以直接剪刀石头布就好了吗？可以。哎，剪刀石头布。你还给人家呛虾？那正好了，你们完成任务嘛？对，那现金也赚到，我们也完成任务。完成了，那这样就好了嘛。那我们笑脸龙一起出发。啊，一起笑脸安娜。你们花甲，你们花甲。一起笑脸安娜，一起等一下。好，笑脸呢？出发啦！
掉好多、哦。真的，哎，麝香葡萄现在很贵耶。对，很贵。一斤多少？哇，它的本钱是很高的啦。真的，真的。再加上他们在风雨当中，哎哎哎。要我用心良苦，我要试试看甜不甜啊！哎，我跟你讲，过年期间哈，要弄一点那个吉祥的，给我一个比较小的那个番茄。哎，草莓现在也还算贵啊，对不对？台湾一样贵。你觉得这样像什么？是这样，元宝。元宝，那麝香葡萄一串你卖多少？五十。它真的很赚钱吗？七八十。薄利多销，薄利多销。很薄哎。我最喜欢看年轻人当老板了，表示我们这个环境的力量很大。哎，你看我这多好看！你好像有在想配色，必须的。我是单纯在想爽度而已。开多久了，妹妹？两年。弟弟帮你卖，弟弟在卖，然后来帮忙。弟弟，你为什么这么内向？那你可以比手语啊。喂，原来是能说话。能说话。我给你我的 line， 那你再 line 给我。老婆，我看一下，因为它这有一个角度啊，哎呦，哎，会不会掉出来？要小心，真的很容易烫到。哦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这样就可以。那弟弟你几岁？十九岁。哦，洗脚水。哎，你那个没有赚到啊。你这感觉很厚哦，这一烫到都要起水泡的，真的假的？对对对，因为140度。那小顺，这个麻烦你了。来来，换你问你问。不是，我们要试验一下。气色不好，你看。哎，你看他气色不好啊。三条线，哎，三条线。好适合你哦。气色不好，哎，要小心。哦。我去挑两边。哦，我看你有几条线，小心你的手啦！有有有，我在转。哎，可以可以。哎，我起码没有线。来，扫雷，大条的来了，来来，刚讲完，马上滴落来。哎，技术不好，你看没有看到。不是，哎。我想，我跟你说，他有点老花，看不到。哎，你，哎，是不是长毛了？哎，可应该可以了哦。今天很冷，嗯，今天很冷，那等它冷却，冷却一点，它才会脆，才会脆，然后像那个冰糖，会比较柔软。嗯，那你这个可以拿来剔牙哎，而且它这卖的好便宜哦。你现在手上那一串，我们大概是卖50块，超级便宜。还不够硬，嗯，还不够硬，手搭配啊，哇，好奇葩！这个要厚薄要掌握的刚刚好。对，原来可以弄得这么失败。你过来啦，你起来啊！他长得真的很帅，虽然比较内向，比较话不多，但会不会唱歌？来一首。我不会唱歌啊。哦，你会做糖葫芦？对。那还有别的兴趣吗？没有。没有别的兴趣，哇。可以把糖葫芦当作自己一生的志向，也是算是一个很好的功夫，不容易。对，那如果有人把糖葫芦做成这样，你会跟他讲什么话？加油！如果糖葫芦有三炷香在这里，你会保平安。嗯。好了好了，没事没事，加油，继续完成你的那个糖葫芦。好，哎，你们是故意安排的，对不对？粤式肠粉跟港式的有些许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一样不一样，我们的冷面也好吃哦。有不一样，而且他们自己卖了好多不一样的那种点心呢。只有你们这间跟基隆，对，有基隆。
你是基隆，啊，你是他的哦姐姐哦，今天特别来这边哦，哎，太特别了，哇塞，把基隆那一摊放在那里，开店多久？是姐姐先开吗？哦，要翻过来。哦，跟哦港式的也是这样子翻，但是翻的翻的，只是容器不太一样，不一样，料也不一样啊。你们这个是什么？是布哦。布的话，我们就港式，就是用好了，就是港式来。反正都传统的。传统是传统的。传统的。哇，这是什么料？那个猪肉跟那个猪耳。哦，木耳。哦，木耳跟猪肉。现的木耳。那等一下，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个看看，在旁边教我们这样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好，做一个传统，先刮一刮，然后转过来，对，然后再从这边再刮过去，我就一卷了。嗯，对，好，这个你来刮，你来刮，来来来，上上上。他最喜欢烫，对对对，他会尖叫，烫啊，好烫，好烫啊！慢慢翻了吗？吐一下，来吐上去。我这哎，这样可以吗？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哎，再从这边再转回去啊！对，再转上去，对，好看能不能卷起来？对，这样，哎呦，怎么卷的？手，这个手，拿起来啊！拿拨上去，拿，拨到那个盘子上，对，在那个铲子上，哦，这样，哎，你们变成一坨了，怪怪的。可以，我把它再拉直。要和从中间开始，是不是？对，压下去，压下去，流出来了。哦，压下去，没那么多了，一吃就可以了。刚刚边边没有。好，这样好。你这一块比较厚了。它这个长一点。要放长一点。对。从那边排过来。对。旁边有人取笑我的声音。是那姐，因为姐姐是老功夫的，所以她看你这样子，哎，先盖起来。啊，这样可以上班吗？可以哦。可以。一个男人也是会说谎的，是不是？我这刚刚在考验你。很快，没想到他们很会做生意，也很会安慰人。对，越南朋友好亲切啊。啊，你这边弄一支是主要要跳钢管舞的。他给我跳。吹了。跳一跳比较不会热。还有人喊吹了。好了。OK， 挂一下。挂一下。这个手，来，这个手，你现在在跟我跳舞是不是？还有，喂，哎，来，转，华尔兹，快点，怎么样？这个手，好，哦，这个手，哦，这样啊，盖过去，好哟，好像盖得不错哦。那从这边再翻回去，哦，还有一面，哦，反过来，哦。然后再翻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弄拿起来。哦，可以。哎，可以，好像可以哦。哎，成功耶！哦，上面还有猪肉火腿。哇，你们还会加料哦？要加一下这个鱼露哈，是很好。嗯，它的鱼露，我觉得没有像我以往中想象中那种鱼露的那个味道那么重，它反而清香多了一点点，而且就是柠檬。掌本那个姜，它里面的那个肉末，它炒的也好香哦。对。怎么样？做的如何？是它的原料好。那是它原料好。哎，真的。平常的这里的天气好哇，人满为患的，真的。中间还有两摊，对不对？然后外面两边，平常是根本进不来，的摩托车都进不来，而且有很多各式的一些美食，在这边基本上就可以环游世界。是回到了一种日本的感觉，因为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香气，主要是那种长崎蛋糕，他们是算是台湾最早开始做长崎蛋糕。哎，
科长，学长，学长，来了，好了，我是你的学弟，学弟，对对，媒体吗？对对，媒体，媒体，媒体，欢迎两位来到金格食品的卡斯蒂拉乐园。哎，有没有看到两颗很大的小巨蛋？小巨蛋，蛋就是我们的主要食材，卡斯蒂拉就是我们长崎蛋糕的本名啊。OK， 长崎蛋糕是从哪边来的？你们知道吗？是长崎啊，对啊，长崎，它在原本呢，它是从西班牙，那16世纪的时候，因为大航海时代传到日本的，带你们过去看一下我们的长崎蛋糕长什么样子。这边就是商品区，哇，各式各样，各式各样的商品。那你会看到很多小点心，这是特别为小朋友设计。我们现在有几款？我们很多款，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另外研发的一个，就是长崎蛋糕厚蜜，原本的蜂蜜再多加一点，更甜更香的。嗯，我知道顺哥喜欢吃甜的蜂蜜，对，厚蜜。所以大家都喜欢厚蜜。这一款是厚蜜，就是我们的那个。好，那好了，那我换一个方式好了，好，就直接开了。好，那个你都开了，两位可以来品尝一下。哇，很直接。它里面都已经切好了吗？对对对，只要是我们家的蛋糕，基本上都是帮你们先切好，让你们在吃的时候都比较方便，可以直接拿手拿。感觉一下是不是回到我儿时？哇，那蜂蜜味真的很浓哎，好浓厚的。没有推荐错，好浓厚的蜂蜜，这个叫做会呼吸的蛋糕，对，因为它这绵密，就是像有毛细孔的感觉，对，但是口感真的是它在你的那种记忆中永远挥之不去的。现在要介绍的是厚蛋，厚蛋哦，对，这啊，另外一个名字它叫五三烧，蛋黄五，蛋白三，蛋的比例会比较高，所以口感吃起来会比较扎实。适合长得帅的主持人来吃。哎呦，有没有发现颜色有点不一样？它的颜色就比较浓，比较黄一点，蛋黄。而且很明显，那个蛋香味就强烈很多。小时候都会这样吃。对，不要浪费。对，不能浪费。然后它的那个口感的那种绵的感觉也不太一样。这是我们观光工厂独家的日式软木黏膜蛋糕，它是德国的点心，蛋糕之王的美称。哦，对，这样够吧？可以可以。我求求就好。好，剩下顺哥的。这都是我的。待会这样子就把它打开，把我夹在这里。哇，太大了！小时候的大饼。这个千层，你看，每一层都看得到它的年轮哦。对，我喜欢那个味道，很紧扎实，很紧实，那我们的年轮呢？它是一层一层手工淋酱上去做的，很辛苦的是，这个年轮制作啊，它的环境跟温度350度到400度，那不就超热了？对，所以我们的员工在做的时候，旁边会一台水冷的冷气机边帮它吹，它还要把它放在年轮架上面受凉，然后三步五时要去转。不转它的话，因为它有地心力，它会变形。做这个年轮是非常非常非常耗时耗力。对，吃它的时候一定要怀抱一个感恩的心。对，刚刚我们感谢有你。媒体没有音乐课吗？我们一样 tempo 不好的。对，廖元他以前因为他拉拉队的，永远都看到他，因为他颜值比较高一点，所以通常都是排前面，所以呢，前面的后空翻不能拉踩，他永远就看到第一个后空翻就是他。我还是有一些好的名声给人家。对对对对，你给他多少钱到底？没有，那我们刚刚才相认的。老师，这个可以吃的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吃。真的，你要拿来直接吃也可以。我觉得它的那个烤干之后，它的那个甜度感觉有更高的感觉。对，它就是蜂蜜蛋糕拿去烘烤，让它变成脆饼的样子。那我们该怎么样把它粘起来？我们旁边有这个糖霜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等下盖房子要用的粘合剂。那我们这也都可以直接吃的，是？对，这全部都是可以吃的。食用级的。那我们呢，最主要。不是吃。是你的，
好吃。嘴巴张开。很小心，然后我在中间十字的地方都涂上这个糖霜，这样子就可以把它粘得很紧。盖房子就是牵涉到结构的问题，结构我就是专门。你不要吹牛了，我们看一段，上回我们回你老家了，看你看的结构，连墙都没有。那老师会不会有同学是边粘边吃的？有，还蛮多小朋友都边做边吃的，无法控制，因为他觉得这个很好吃，很甜。对啊，小朋友对这个都没办法抗拒，比我妈做的饭好吃。刘淑娟躺着也中枪，把鸡鸡啊，那个猪肉根本没有熟。基本上这个算是好吃的，料多实在。哎，他回去的时候有保存的期间吗？还是什么？尽量一两天吃掉，我把它盖一点桥梁。再来的话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这样子房子才不会漏水，就是天花板一定要盖上去。天花板，不然在里面的话，它就会下雨就会漏水。那这个呢，一样。好痛！怎么了？在屋顶唱着你的歌。哎，同学，你搞得好，地震！我的地基有点问题，老师，他把它往里面粘一点，全垮了。不要再动它。遇到最大的挫败，说着，他就来了。我本想画窗户，结果现在老挪。要倒了，要倒了。卡摩咩，卡摩咩。我也是艺术家。对对，艺术家的艺术。我们有发现，你看，正品还要请很多钱呢，我才会帮他设计。那这是简单，因为它采光是通风，采光好又通风。这蚯蚓的大便不好弄。你看我们画歪就好。完成。这个底下呢，就是我们的长崎蛋糕。烘烤之后呢，它会把它变硬，然后把它盖起来，像金字塔一样。上面再加一个冰淇淋，淋上焦糖酱。它有一点蜜糖吐司的概念啊。对，它吃起来什么外酥内软的口感。嗯，哎，那口感真的很好。因为它本来就蛋香，然后蜂蜜香。然后现在加上冰淇淋，跟这个不管夏天冬天，只要是来我们卡斯蒂亚乐园玩的这些爸爸妈妈最爱点的冰淇淋圣品，必点，真的感谢你哦。那我在那边许一个愿。嗯。哎，一切都很好。有，美梦成真 ，Dream come true。有空到呢，桃园来走走，小妹妹，出发吧。大合照一下哦！好，哎，哎，你们是故意安排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哎，真的是撞在一起。真的。我想要吃草莓。你的帽子在哪里买的？哎，我们还要录是？我们自己还没录。对。来点，来点，来点，可以去哈，来点，去吧。哎，这边没有。我想要买这个帽子，还没有雨伞哦，我没有雨伞哦。他们是把我们雨伞干走了，他到底是不是我拜把弟？对，来，王姐在买帽子。对啊，拜王婆里面好冷啊。好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 辛苦了各位，拜拜。喜欢我们驰骋都市穿梭乡间的旅行风格吗？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快点。